運毒手法，可以講係無孔不入。佢哋將啲毒品用避孕袋裝住，藏喺胃部、肛門，甚至死人屍體，連 B B 仔嘅屍體都唔放過。正係喺舊年利用身體運毒，而因為避孕袋穿咗，毒品入咗內臟而引起嘅死亡就超過150宗。但發生意外死亡嘅毒品大家只係少部分，大部分都係成功通過各國嘅海關。